尊敬的老教授，我们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那么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介绍一下您的一些背景。您老人家已经50多年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杂志啊，这些广播呀都不听，仿佛是与世隔绝一样。但是大众发现这并没有妨碍您呢，这个在这个世间救苦救难、指点迷津。那么很多国家的元首啊、领导人呢，也都纷纷向您请教。我们发现呢，自从您一再的告诫大众啊，天灾人祸迫在眉睫，那么接二连三呢，这个已经是措手不及，整个这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那么，假如说因为这个灾难、金融危机啊，首先是从美国爆发的，那么假如说坐在这里的是布什总统，他就像原来一样，向您提一个问题啊，向您请教，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尊敬的老教授，问题在哪里？总的来说，问题在迷失了自信。这个问题，西方人知道的不多，但是在东方、在中国、在印度，那对这问题了解得很透彻。人心本善，如果人的思想、言行违背了自信，自然就会有灾难发生。为什么呢？这境随心转，心跟整个宇宙是一体的，是不能分割的。这个学问，中国这个跟印度啊胜过西方。您知道现在几乎全世界啊，大众都是奉行的西方的价值观。您老所讲的，这是非常深奥的，对，东方的智慧，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对，他们很有可能听不懂啊。没错，西方的价值观是建筑在人类的欲望上。这个问题在中国2500年前孟子就说过孟子见梁惠王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梁惠王当时见到孟子来也很客气招待他，问他，你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过乎？把利益放在前面呢，这个就是现在西方价值观可是孟子回答他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利是人之必争。你看中国这个例子，这一边是禾，吃的稻米，那边是稻。哦，利这个字。对对对，人之必争呐，人必争，这个社会还会安定吗？世界还会有和平吗？所以他讲是有仁义而已，有仁有义，这是中国的价值观，这不是西方的。西方人没有仁，没有义。换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人讲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西方人，我们跟西方人接触多了，相处时间长了，真的他们往来就是厉害，有利就朋友，没有利敌人，这多可怕仁者爱人，义者循礼什么叫义呢？合情合理合法，那叫义他们没有不懂得这些，只是厉害呀。这父子都是如此所以这西方价值观问题很严重他们迷失了。我们今天不相信老祖宗的东西，也跟人家学。人家好的东西是科技可以学的这些基本的这个价值观，那我们超过他们太多了。我们再跟他学，那可亏就是大了。那有的人呢，他又不服气啊，他就是说，老教授啊，您这些说法都太古老了，那些西方国家，他们靠他们的价值观，您看看他们国家多发达啊，而且人家这个军事现在是第一啊，一直以来都是第一啊。对。那我们学他们难道学错了吗？学错了。
军事发展到最后，最后没有胜利，是同归于尽，大家一起死，这个价值观好吗？啊，我在美国，我常常跟美国人说，我说美国人所储藏的核武可以消灭中国100次，可是中国的核武可以消灭美国1次，1次跟100次是等于相等的，平等的，都毁灭了。啊，所以他们也想想是这个道理啊。哎，你1次毁灭就完了，这是真的。啊，所以中国不是不没有科技，中国在几千年前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不干了。哎，你看看，我们在这个古籍里面，看王莽时代，就有人学飞行、滑翔，啊，这个诸葛亮的木牛流马，那机械化的运输啊，为什么他死了之后全部把它毁灭掉，不留个后人？这不是自私自利，这是懂得这一套东西要发展下去之后，没有伦理道德去驾驭它、控制它，准出问题。所以中国这个价值观是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它不出乱子啊。像那些都属于技术问题啊，技术技巧问题。对对对对对，它和做人呢、这些原则没关系。不错，必须要有做人的这个价值观，能驾驭它、控制它，它可以带一点好小的利益。啊，如果没有伦理道德去驾驭，那个祸害无穷啊。这是现在大家都看到的。啊，你说全世界的人，无论是贫贱、富贵。生活在这个世间，每一天终日惶惶不安，没有安全感，这是什么东西？科技造成的。啊，虽然核武那么多，没有打仗，它这个威胁的时候，人叫人心里感受到的时候，他就不安全，恐惧，那就恐惧。啊，在从前人没有这种恐惧啊，现在用西方价值观就带来了恐惧，这个恐惧。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那个是威胁太大了。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我了解到您去过广岛参观过啊，对，那个核爆的现场，对，我去看过。您老有什么感受啊？广岛长崎，我特别到那边去看。啊，我看了之后啊，我才恍然大悟，佛经里面讲的小三灾，啊，就是指这个事情。啊，这个小三灾啊，一直我们都讲不透彻，都讲不清楚。啊，小三灾佛讲的说，战争是7天，啊，7天7夜战争，战争之后的时候瘟疫，啊，瘟疫的时候是7个月7天，啊，这是瘟疫。瘟疫之后有7年7个月7天的饥饿，饥荒啊，饥荒。我到那去一看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去大概是。第8年了，是第9年，地上刚刚生草，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的确是7年到8年草木不生。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战争，我们跟日本人打8年不算是小三灾里头的刀兵劫，那都不算什么，那不算呢。啊，他讲7天的战争呢，借着7个月的瘟疫啊，在7个月的饥饿啊。这讲福建讲小三灾，那就是核武吗？核弹是啊，它爆发之后，那个射福城的确是半年，那个被这个照射之后啊，半年不死你才能活下来，正好7个月。啊，对对，就福建讲的7个月嘛。最后你看7年草木不生，那不就是饥荒吗？这个佛经里都写啊，对，写得很清楚。他看了之后才晓得，哎呀，佛讲的小三灾是指核武战争啊。但是这个小三灾是从西方投过来的原子弹，美国投过来的啊，对，是啊。但是这个东西记载在佛经典，印度几千年前印度人说的，这个我们才明了啊，讲的一点不错啊，不能走那个价值观啊。啊，对，不错啊。那么社会科学家啊，他们给出来一个答案，说现在的危机啊，主要是这个人类啊消费量太大。国家的能源和资源支持不了，
也就是说地球的资源不够支持了，最后就崩溃了。对，那么现在有科学家还有社会学者就说呢，这是一种资源崩溃的开始，您赞成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大家归根到底发现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拼命的消费。对，嗯，这是糟蹋这个，也就是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啊，对于大自然对人类这些这个贡献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人不知道珍惜，不知道感恩，招来自然的回报啊！因为现在一般人不懂得，认为自然是没有生命的，这是错误的。在佛法里边，整个宇宙是有机体，活的，活的。啊，所以我们对他感恩，他对我们的贡献就特别好。这个我们做过实验，我们在澳洲自己有菜园，我们对于这些蔬菜，种的这些水果，我们感恩的心，它的花特别香，果特别甜。那就是不一样，我们不需要用农药化肥，用感恩的心，用爱心，我们爱护他，他也爱护我们。跟我们把佛经上的整个宇宙是有机体，我们来做实验，真的一点都不假。您知道在中国呀，我们一直以来这个市场经济啊，没有太多的经验，都是在学这个西方的经济学。那么中国的人口非常多，如果一旦大家彻底都消费起来，大家这个欲望都刺激起来的话呢，刺激消费，现在有人就提出来这么一种警惕，这么庞大的人口啊，在商人看起来这是个巨大的市场，但是在社会学家看起来呢，这是巨大的能源的消耗。对，如果中国也走这条路的话，不错，会不会也出现能源不够用，然后重蹈西方的这个覆辙？会比西方来得更快，会比西方更凄惨。为什么？你人太多，这个不能不值得警惕。我们的老祖宗教导我们是节约啊，是节俭，节俭是美德。西方的经济观是消费是美德，消费是第一位。不一样。我今天还听一个朋友告诉我，王永庆请他吃饭就是一个粽子。台湾的首富啊。啊，对，是啊，王永庆。他们以为是也有很多好这个好的菜了，结果没有，一个粽子，另外也一个，就是两样东西。所以他看到的时候都傻了，他说哪有吃这个东西啊。王永庆每天就吃最简单，这是中国人的美德。那跟西方人太不一样了。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四个字，他们是穷奢极欲 啊。对，没错。哎，中国人是清心寡欲，健康长寿。但是您发现最近几十年来，尤其是二战之后，全世界都在学西方，学美国，对，认为那是发达的标志，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呢。啊，那不是这样的，实实在在讲，是我们自己在这么久的长时间当中把自己的文化丢掉了，我们自己没有底子了，所以看到人家好就以为学他。如果你自己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你一看就明了他长处在哪里，他缺点在哪里，你就能看得出来啊。所以说到最后还是我们自己把老祖宗东西丢活了，丢掉了，疏忽了，啊！而且尤其是个大不孝，轻视老祖宗，这是大不孝啊！您是说现在很多人连判断危险和安全的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都丧失了，没有能力，这是智慧，这不是知识，这是智慧。丧失的原因就是丧失了智慧啊，对。中国人自古世代相传是智慧，
知识是第二，智慧是第一。你看中国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经是智慧，史是知识。那能不能这样说，这个经典指的是原理和原则、没错，是规律，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历史是经验，从经验当中吸取教训。这是两样东西、对，不错不错。比如说我们看经史之学，比如说我们看儒家经典，孔老夫子就讲一个字、爱人的人，对，哎，仁爱的人呢，就这一个字，对，就包括了一切。不错不错不错，这肯定不是知识 啊不错不错。你看仁这个字，二人，这个意思是会意，让你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教育仁者爱人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呐、外国人不是啊，外国人是损人利己啊，人人都损人利己，这个社会怎么会没有冲突呢？所以今天社会冲突啊，各个阶层都冲突，家庭冲突啊，这个在公司里面，这个员工跟老板的冲突啊，这个领导跟被领导的冲突啊，发展到说族群的冲突，乃至于宗教的冲突，这个政治上冲突，派系的冲突，到处都是冲突啊，这个成什么世界、这个西方价值观盛行的世界就是这样啊，竞争啊，鼓励竞争啊。对啊，竞争到最后，我常讲的，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是战争，那战争就是佛讲的小三灾啊。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啊。对，是啊。所以从前我们讲经的时候，遇到这个小三灾大三灾总是讲不圆满。看着电视里边呢很多经济学家的讲话和分析，我现在替这个老百姓啊问一个很质朴的问题。大家发现呢，就是好像如果人们要是没有消费的话，这些经济学家就没事干了。那么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他们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还有他们的方法，大家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呢？他们是鼓励消费的，那么鼓励消费的反面呢，就是鼓励节俭。那么难道鼓励节俭是错误的吗？大家就有这个疑问呢。借钱过日子，那不是败家子吗？对。那老百姓就说，那这是经济学家难道在培养败家子吗？是，是没错。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回中国的时候，那是八几年的时候啊，好像刚开放没多久，是韩馆长回家，他是大连人，我们就陪他一同啊，到家里面去的时候，家里还有亲戚朋友，大概有二三十个人，我记得是三桌，圆桌三桌在一起吃饭。那我们从美国回来，他们羡慕得不得了啊。所以我当时他们要我讲话，我就告诉大家，我说你们很羡慕美国人的生活，我说我今天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在座的这三十多位啊，你们哪一个人是负债过日子的？他们大家都看看，一个都没有啊，一个负债的都没有。我说你不知道，你们真幸福啊，美国是负债过日子啊，从出生就负债啊，到老死都还不清啊，来生还要还呢、这个日子你们要过吗？啊，这房子赊账赊来的，车子也是赊来的，冰箱什么都是赊来的，每一天拼命工作跟还账，这个日子你愿意过吗？哪有像你们这个下放工之后啊，在门口摆个小桌子下下棋，喝老酒聊天，这种闲情逸致，在美国人做梦都想不到啊！你们愿意过哪种生活？那我跟您说，我在香港看到的也很近似于美国的状态啊。我这次了解到，很多香港的这个居民都是这样，很多香港老百姓也是一辈子都在还这个还债。对。
都在过，北京也是这样，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这种日子我们是决定不能过的。啊，我在美国十几年没有向这个银行借一分钱。啊，那我觉得这很羞耻，借钱过日子，你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再穷再苦，我们不要借钱过日子，你的心都安，就心安理得了，那才叫真正的幸福人生。在中国几千年来，借钱过日子去享受，那是可耻的，可耻，那可耻，那甚至实在是没有人原谅你的。我要是有个孩子，他说咱们去借钱呢，咱们去享受生活，嗯、我说你没志气，对，我是应该这样讲，没错，一点都不错。但是美国爸爸就不是这么说呀、啊，对，美国人不是，所以灾难之来，美国首当其冲，他不是没有道理。许多国外的预言家都讲世界上有大灾难，从哪里开始？从美国开始。我相信啊，为什么呢？你看他造的什么因？那他要是推行自己的价值观，让世界上的人们都像他这样做啊，他头一个毁灭，他把人教坏了啊！你自己坏是应有所得。你在教导别人是这个作恶，你这个罪啊多重。那么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呢，就是鼓励消费，扩大内需。但是它的反面呢，反面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是鼓励啊，不错，节约的，鼓励节约。现在全世界的这个资源呢，都快枯竭了，对，那各个城市、各个国家也都是这个问题。那比如说像一次性的筷子，对。实际上按照正常情况下呢，应该是尽可能不要用，他就不用去砍树了啊。对，但是如果你老百姓，你如果要是不用的话，那经济学家和商人们就反对了，说你不消费怎么能行呢？啊，不是这样的，那是少数人为了少数人个人的利益了，破坏整个大自然，破坏整个社会呀，这是错误的。所以必须要有智慧呀，去观察。啊，我不赞成西方的经济。啊，所以好像我昨天给你提起，你看西方的这个经济学家到澳洲这个商学院讲演，我听了之后就摇头。啊，所以澳洲人还算不错，澳洲人知足。啊，澳洲人懂得享受，大自然上。澳洲人不愿意赚钱，所以商店早晨11点才开门，下午5点钟就关门了。星期六、星期天不做生意，出去玩去了。那他们会有企业家，会有这些学者要问这个问题，大家都知足了，这个中国传统的老观念呢，都知足了，那国家怎么进步啊？社会怎么发展？对，澳洲人不愿意发展这个。工厂企业不愿意发展这个，他说我们的资源要留给后代，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过得很舒服，就很好，他就满足了。所以澳洲地大，我资源丰富，人少，啊，全国才这2000多万人，啊，所以他不争，啊，澳洲人不竞争。您是说那种经济学的观点太自私了是吗？啊，对。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这是一个转型期，这是个过渡期，啊，那过渡期肯定要砍树嘛，肯定会有自然的代价嘛，这个转型期过去之后，过渡期过去之后，可能就没事了。不，过渡期过后之后，自然灾害就来了。啊，我是在抗战时期，我走过长江，长江两岸的森林。都还在，原始森林都在，古人诗词里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真有那个味道。啊，那么这个99年，是2000年，2000年我陪同新加坡的9个宗教代表团访问中国16天。
宗教局特别给我安排这个行程，啊，说是你过去走过，你再去走一次，啊，但这一次从这个宜昌到重庆，啊，到重庆这一段走三峡这一段说，两岸的树全没有了，啊，我这个看来看，心里真是很痛心呐，啊。说是森林没有了，所以这个长江就有水灾了，水土保持的时候保持不住了，啊，常常有堤崩的时候这种现象，那就带来灾害。你想想看，你把这个树木砍伐了，那一次水灾的时候，你用多少人的生命财产做代价？当初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看不到啊，没看到啊，啊，结果以后才晓得森林是保持水土的，它有这个作用，有这个功能。那我们现在向您老请教有这么一个问题，中国呀，5000年的传统，5000年的智慧，但是在这个历史当中，为什么我们没有经济学家？有，不是没有。中国没有经济学家，中国的时候这5000年人类怎么生活的？5000年中有多少大富长者？啊，无论在工商业里面的时候发财的很多，但是中国不是讲经济学家，中国人讲财富从哪来的？是你命里头有的，对外国人他不讲这些，啊，这是真的。啊，所以你看中国看相算命它有它的道理啊，啊，这个江湖骗人的固然是不少啊，但确实有这个道理啊。你命里面的财富从哪来的？是你过去生中所修的啊，所以生财有大道嘛，啊，儒佛道都讲这个道理，你只要真的肯干啊。袁了凡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我自己也是很明显的例子啊，我这个年轻的时候给人算命，财库空空啊，没财啊，啊，也没有官运呢，啊，你好像短命，啊，正是很悲惨的这种命运的，啊，可是遇到佛法之后，老师教给我可以转变了，啊，老师告诉我，你的财库从哪来的？财库你过去生中财布施。你布施的多，你财库就多；布施的少，财库就少。你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嘛，吝啬嘛，那你今这一生你就是贫穷的果报。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如果再加上偷盗，以这个不正常的手段呢，去谋取别人财富，那你这就更穷了，那就更苦了。啊，你过去是生中没修啊，那你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无为布施是你能够帮助别人离开危险，离开灾难啊，让他身心得到平安，这一类的就是叫做无为布施。就是照您的这样分析啊，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经济学家，啊，不是，只是没有西方那样的经济学家，啊，不是，西方经济学是假的，是骗人的，不是真的。那经济学家他并没有发财啊。而且真正的经济学家，您是否认为首先应该是爱人类的啊？对，不错。他给大家提出来的智慧应该是帮助人类生活的，啊，而不是斗争。啊，不是斗争。哎，斗争怎么能致富？哪有这种道理啊？斗争能致富？那些小偷强盗不都是大富大贵者吗？没这个道理的，啊，所以中国人守住一个最高的原则，随顺信德是善的，我一背信德这就是我的，啊，信德是什么呢？中国人把它这个归纳为八德，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后人又加四个字：仁爱和平。这12个字是信德。你起心动念，
你不违背这十二个字，你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佛家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为什么？你随顺心得，违背心得也是求不到的，违背心得求到的那是你命里的有的。您知道现在有很多老人家他们很辛苦，在做什么呢？拿着板凳跑到股市里去，把自己毕生的积蓄放到里边去炒股。您老能不能对那些炒股的人讲两句？这是赌博。这是赌博。对，赌博就有输赢，输赢是命，你命里没有钱你赢不到钱啊，你还把本赔掉了啊。所以你有那些钱不必去赌博，你借钱，你布施放生，你说这种多么乐趣啊！生活越简单越健康啊。我跟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先生，我跟他在一起10年，这最长的时间啊。那么我对他了解最透彻，他一天吃一餐，而且的时候呢，他山东人啊，吃馒头，馒头的时候小馒头啊，他就是一个馒头，他一天就够了，一餐就够了。我也学他，我学他的时候没办法了，他吃一个我都吃两个，这一天就这么一个馒头吗？对，哎，但是我不行啊，我也吃两个啊，啊，所以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啊，在那个时候台湾钱60块，60块等于美金1.5块，那时候1:40啊，1.5块。我每一天，我一个月生活费用至少的时候要90块，他60块，我要90块，我就没有办法能达到他的60块。啊，所以老师看到我的时候，我实验了5年呢，老师说不错啊，这样的生活，一生不求人，人到无求品自高啊。那人家说你每天吃的那么不好又那么少，不，不痛苦吗？不，我精神满足啊！啊，我工作能量的时候不输给别人啊，没有影响啊。到以后我才得出个结论。啊，这个饮食是能量的补充。我们人像个机器一样，你的活动啊要靠能量来发动它。啊，能量的时候，这个机器有耗能量的，有省能量的，就像汽车一样，有省油的，有耗油的。啊，那这个到底它耗到哪里去了呢？我给老师提出来，我说老师啊，我有个体会，能量的消耗啊，应当95%啊消耗在妄念上。他说对了，越劳心劳力了，都很少。劳心劳力。消耗能量，消耗在妄想，啊，打妄想，这个消耗能量太大了，啊，所以佛陀在世，他们都是日中一时，啊，为什么？他没有妄想，啊，他天天保持着正念，啊，没有妄想，所以他消耗的就不需要那么多，啊，每一天补充一次够了。阿罗汉得9次地定。那个妄念就没有了，1星期吃一餐，辟支佛比阿罗汉功夫更高，半个月吃一餐，道理在此地啊。您说的阿罗汉就是普通的人，他证了这个阿罗汉果啊，对，就能这样啊，对对对，不错，啊，证阿罗汉果就是他能够把了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决定没有执着了，这个人就是阿罗汉。我们有执着啊，凡夫有执着啊，没有分别的人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人叫做佛。所以佛、菩萨、阿罗汉都是人。那凡人呢？凡人就是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有，你
是反的，而且跟他们是相反的，相反的，就是所以这个讲能量的消耗，啊，你越往上面去的时候，它能量消耗越少。相反的，不但消耗能量啊，消耗这些食物，而且还会受恶果报啊。对，因为什么？病从口入，吃的越多，危险越大。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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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所以东方人的道理，西方人做梦都想不到啊。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赌博呀，那我们中国古人教给我们，赌博是没有好下场的啊。对，没好下场，真的。啊，而且开赌场的人，我常常讲，那是谋财害命。那一种行业，纵然你现在是得到一些利润，果报不得了，那是地狱果报。那人家会问呢，现在世界各国都有股市啊。啊，对，是啊，那都在搞赌场，所以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会变成这么多的灾难呢？科学家提出的警告，这是大家很多人相信的。啊，科学家提个最近的警告是说，拯救地球的危机，整个人的危机啊，只剩下7年的时间。如果这7年人要不知道反省，不知道回头啊，就没救了。啊，现在什么还有7年？大家说7年时间还长，再过个2-3年恐怕着急了。那着急，大概来不及了。您能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股市为什么像赌场呢？啊，这股市像赌场是大家都知道的。有的经济学家也这么说。尤其在这个香港，啊，香港想买股票的人多少？啊，赌马的多少？啊，为什么呢？是用侥幸的心理去求财，就我赚了就一定有人赔啊？对，不错，是啊，对，不是这种正当劳动，啊，对，不是正当的，这是错误的。如果大家都用这种心理去生活去赚钱的话，民风狡诈呀，没错。所以这个孟子说：“上下交真利，其过为矣。”这个话讲得很透彻。你现在看的时候，现在不是一个国家上下，全世界，所以它世界动乱，世界危矣。啊，你从这个因与果上来看的时候，古人就很清楚了。你社会走向这个趋势还得了吗？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啊，用这个教学的方法，用这个因果、这个伦理、啊道德的教育。做什么？防范人欲望的扩张。人有欲望，把它限制在一定的一个节度上，所以中国人讲礼，礼就有节，你不能超过，啊，所以不能不节，也不能超过，适当享受，适当，对，啊，所以中国过去人情往来，啊，都是送礼呀。那这个节庆婚，这个婚丧喜，这些事情都有送礼的，礼的家里面都有一个本子，啊，人家送我们多少，将来他有事情我们还多少，啊，不能超过太多，啊，跟他一样或者多一点点，是，哎，不能比他少，礼节啊，礼节嘛，他有节度嘛。对，人情厚道，对，人情厚道嘛。那这个世间呢，贫富贵贱本来就有差别的，而且这是客观存在，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啊。在我们中国呢，管这叫福报不一样，福气不一样。现在我们要请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家回答不了的，但是我相信他们也很想知道。比如说一个福报很小的人，鼓励他贷款，借给他很多钱，让他去消费。他自己在消费，他会有什么果报？这种现象在西方人是常见的，但是在过去的中国人绝对没有这个现象。自己贫穷没有福报，可以去乞食，乞丐要饭，对，要饭，要饭。他没有因果责任，
为什么？人家是布施给他的，他不是抢来的，不是偷来的，他吃的得到的时候，他也能够很安然的受用。如果是负债过日子，这个比乞丐的时候果报啊，那还要可怜，还要可怜，这是中国人决定不能做的。那么贫富之间这个差距，在事上讲有，在理上讲没有，理太深了，不是一般人能懂得的，理上讲是。你觉悟了，觉悟到自信，自信是圆满的。你看佛在这个大经里面告诉我们，自信，它是究竟圆满，智慧圆满，德行圆满，才艺圆满，福报圆满，而且是平等的。人人如此。人人如此。但是为什么呢？你现在跟佛是平等的。你现在为什么不平等呢？你迷了自信，迷了自信，你有了障碍了。有障碍的时候，你这个福报不能现前。就好比说，你是个大富张者，你的钱都在银行里，现在你身上的时候一毛没有，你吃饭还得钱都讨齐，为什么呢？钱不在手上，你是真有钱，你拿不出来，就这么个道理。所以迷了之后。六道众生都迷，那怎么办呢？就摆摊子吧，做小买卖吧，就搞这样子。就是说，你的信德不起作用，那就靠什么？靠修德。修德，每个人修的就不一样了。您说的就是种点善因，结点善果，对，就是靠这个过日子，就靠这个过日子，就跟种粮食一样。对，这个是啥？你种的多就收的多，种的少就收的少。修佛法不需要这样，自信显现出来之后，对。那要见性之后才行，没有见性都要靠修的。所以佛法很重视修啊，你不见性的时候，你完全靠修的了，那么这个财富，确实，你说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要说别的吧，这一生当中，我们做的这个布施的这些事情，自己问自己就知道了，做的多不多，做的是不是？非常欢喜乐意去做的，不带一些勉强的，这种的问题都很多啊。对这个福报的这个赠审呢，有很大的差别了。所以说是你是很欢喜布施，喜欢帮助别人，你将来得到就很容易。你不是做买卖，无论做什么买卖，他都赚钱，为什么？你命里得有。有人是赚钱赚到好辛苦。就是你布施的时候，心里不甘心、不情愿，看到人家布施，我布施又不好意思，忍痛布施，还是能得到钱，得到的很来的不容易，很辛苦。您知道现在还有一类社会上很普遍，这个钱挣了很多，他一挣到手，马上灾难就出现了对，他有的人还马上就死了，对，这个大房子刚刚赚到手，人去世了对，这个家里突然接二连三的出灾难这是什么？这是他没有那么大的福报，福报来的时候被福报压死了，装不下。对，真的，官运也是如此。我们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听说他的地位的很高，是个少将，少将升中将的时候，听说上面已经批准了，但是还没发布。消息走漏了，他很高兴，请的这些朋友们在一块吃饭，喝酒的时候这一下就喝了酒，就在酒桌上就死掉了。人家说他只有一颗心的命，没有两颗心，两颗心就把他压死了。这有道理啊。看来这个福报这个财富不能去争。不能争啊，不能争啊。而且有一定的时间因缘，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衰竭。都有一定的，所以来的时候你也不必欢喜，走的时候也不必懊恼，但是来的时候要懂得惜福，要懂得造福，培福，要懂得培福，那你这个福就享不尽了，你很长时间慢慢就享下去了。如果你糟蹋它，不知道惜福，不知道培福，那福很容易就消掉。
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这个福报包括财富、名望、各种享受，都是在里面，都在里头，都在里面。所以样样要戒慎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上灾难这么多，能源资源缺乏，我们对于物质更应当爱惜啊。所以一粒米、一滴水都不可以浪费。但是您知道，现在西方这些首脑对策金融风暴啊、经济危机的这个方法就是扩大消费、刺激消费，错误，完全错误。所以将来的时候也有人看出来，他说将来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中国人比外国人的时候要轻得多，因为中国人懂得惜福，中国人能够吃苦耐劳，外国人享受惯了，一下叫他降下来，他接受不了。哎，中国人苦日子过惯了，再苦无所谓，哎，他没有什么感受，啊，可是外国人那个感受就大了。一个人的福报，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像这一杯水一样，啊，比如说这是他能承载得了的，对。如果使劲赚钱，这些名望啊，这些各种享受，就像使劲往里加水一样，他是到了一定程度就要往外流，没错。对人来说，这就是灾难了。对，确实如此。那有人就想问，我很想当一个大杯子，我不愿意当福报小的杯子。那是量不一样。这个量有什么决定呢？每个人心量是分别执着决定的。心的分别。对，不错。啊，本来量大家都是一样大，所以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佛经上讲，这是大家平等的。现在为什么变成小了呢？甚至于小到两个人都不能够相容。夫妻吵架。夫妻吵架吗？夫妻离婚吗？是吧？两个人都不能包容，这个量就太小了。就福报太小了。就福报太小了。所以中国人一个谚语说，量大福大。哦，是这么个意思。对，量大福大。福大的人决定量大。所以要学着包容。华严经给我们讲性德里面，他讲四种性德，最后一种啊，就是含容空有。那这个量大，空是虚空啊，多少都行，有是万有啊，对，所以含容空有啊，就是平常讲的心包太虚，这不就是含空吗？这个量周杀界，这不就是包邮吗？所以要有这样的度量。我们老祖宗一直教给后代啊，就是要厚道，就是这个意思。对，要厚道，让子孙后代在培福的意思。不错，不错。而且教育非常重要，这个是古老的谚语一句话说：有文化，有教育，你这个家里孩子有教育，虽贫，贫不过三代。一定要发的。如果没有教育，家庭虽然富有，富不了三代，它衰掉了。因为它在折福。对，前面那个是在培福啊。对，两个方向。中国懂得教育，唯有教育能致富，能致贵，富贵都从教学里面得来。现在家长啊，都学国外啊，这些怎么爱孩子呢？给他钱，给他美金，去外面消费去吧。这是不是很像把这个杯子里的水再往外倒？对，这个是错误。这是在折损孩子的福报。不错，这个不懂得教育。小孩这样养的时候，将来问题很多。会有灾难。会有灾难。不孝父母，不懂得人跟人际的关系，养成的是功高过慢，狂妄自大，这麻烦就大了。您刚才讲，两个人都容不下，就是心量太小了，福报太小了。那我们讲，人有人的福报，一个家也有家庭的福报，没错，没错。这个国家、民族，它都有各个不同的福报。整个世界有世运。这个是怎么讲法呢？在佛法里面讲共业的果报。过人是别业，过自己造的不一样。那两个人以上的家庭就共业了，我们就一个家庭，在从前家庭是大家庭。
啊，这个人丁不兴旺的话，也有一两百人；人丁兴旺的话，这个三四百的是很普通的家庭，啊，五六百的时候那是旺族了，那就很名门望族，对，名旺、嗯。所以他是大家庭，大家庭没有规矩还得了吗？小社会。所以《弟子规》呀、啊嗯，就是过去这个各个家庭里面的家规里面必须要修学的，就是必修的113条。啊，另外还有他自己家庭里面特别的教训，那什么，一定与他的家业、家道、家学有关系的，他再加几条，这是共同科目。啊，所以中国人重视啊，为什么呢？家和万事兴啊，齐家治国平天下了。所以现在中国人可怜，家没有了。现在不是，现在家庭不是中国人讲的家庭啊。啊，现在这个家不是不是不是，中国人家庭那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村庄啊，几百人就在一个姓，一家了，嗯，五代同堂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家有家运啊，对，国有国运啊，对，民族有民族运，没错，像您所讲，世界有世界运啊，没错。那么比如说现在眼下就有个例子啊，像冰岛，它一年的财政收入是100多亿美金。嗯，但是他的这个治国理念呢，是西方的经济学的，他负债1000多亿美金，那他子孙后代怎么办呢？那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就是负债啊，这个是绝对错误啊。如果是中国人的话，你比如像在冰岛这个地区的时候，他靠什么？所以中国人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是打鱼，对呀，哎，他就靠打鱼这个生活世世代代能维持下去，他不会负债呀、啊。啊，而且过这个日子的时候，实在讲过得很狭义啊，过得很自在呀、啊。啊，何必要东方这些科学这些东西？啊，竞争嘛，大家都要。不，那竞争之后的苦头太大了，你付出的代价太凄惨了，得不偿失啊。你想想现在人的心里，就谁愿意人家瞧不起自己呢？谁愿意被别人说成是落后的民族呢？啊，那不是这样的，落后不是真正，未必是真的落后，不应该跟他们一般见识、啊、不需要跟他一般见识啊。我们虽然这个贫穷，生活好像不如你，比你苦一点，我们苦中有乐，你们虽然觉得乐中有苦，不一样，你能够看到苦中乐，乐中苦，你心就平了。这是真相、啊、真相不错，世间真相、啊、世间真相。嗯，我相信您老所讲的这些经济学的理论啊、嗯、跟经济学相关的这些理论和方法，我相信您肯定是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这个态度的。那我就有个体会，作为记者采访，如果是在10年前或者是5年前我来专访您，您这么讲，我相信那会儿很多人摇头，他不能相信。但是现在大家会相信了。对，不错。那么我提这个问题的体会是，人有一个特点呢、啊、不见棺材不落泪。不错。我们怎么能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他有些人还没见到棺材，他就能及早的回头、及早的得救。嗯，不要紧啊，他这个这是个人的事，也是说讲运的、啊、运不相同。福报不同，他现在哎，他现在时候没到、嗯、到时候的时候他就已经就行了。所以佛度众生呢，常说得度有缘人。那个有缘是什么呢？他缘成熟了，机缘到了。佛度有缘人，不错。他要是机缘没有到的时候，佛跟他讲也不相信啊。放在手边他都不看的、啊，哎，他不相信啊。哎，必须到他的时候，尝到苦果了，他才会想。中国的老话就是把那个罪受够了，对，他才能回头，嗯，才会救。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经济，嗯，它和政治啊是连在一起的、嗯。那么西方的价值观是民主、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像台湾，那学习美国的民主啊，嗯、我们中国的内陆，很多人理想也是民主、嗯。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个。民主是个理想，哎，民主必须要有条件，
人民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讲民主。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是赞成君主。啊，所以我初到新加坡的时候，遇到个老朋友，演培法师，前年过世的。啊，他大我10岁，在台湾我们就是好朋友，啊，也是个讲经的法师。哎，他就去问我，哎，说净空法师，你是赞成君主还是赞成民主？我说我赞成君主，我不赞成民主。这你老古董，你的这个太落伍了，他是守旧了。我说不是这样的，这个民主，它有民主的条件，啊，君主有君主的传统。你说在中国这个环境，就不适合讲民主，啊，我举这个开店来讲，中国是个百年老店。子子孙孙世代相传，啊，这是一个大家族。你搞民主，你把它分散掉、拆散掉，这是不人道的。啊，这个是错误。民主就有党派竞争啊，就有竞选啊。对对，他这是不人道的。为什么？他是一个大家族嘛，中国是一个大家族啊，你怎么能叫他子孙受分家，各自独立，啊，互相来对列，这还得了吗？台湾现在就是互相骂呀，一直这样。那是呢，我说那是在美国的时候，我说美国必须要实现民主，啊，为什么呢？你都没有根呐，啊，你们都是从欧洲以来的移民啊，哦，原来就是分开的。对，你们是没有这个传统啊，你们不是一家人呐，啊，不是一家人，大家在那都摆摊子，都摆摊子，那对外搞个代表，当然要选一个人来做代表嘛。我说中国制度不适合美国，美国制度不适合中国。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那是一家族经营的一个老店，啊，所以你是不可以这样说话的。他们是100个家族合在一起也不行，用那种也不行啊，不行。但是不管是君主是民主，最重要的还是德行。德行啊，对，只要有道德，有仁义，民主好，君主也好。如果没有仁义道德，君主不好，民主也不好。您说领导人对，不错。所以你从这个上说，你要晓得国民教育是多么重要。所以国家之兴衰呀，不在乎政治的体制，在乎伦理道德的教育。人存正据啊，对，不错。人亡政息，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孙中山先生推翻这个专制之后，他搞一个党。啊，一党专政，我倒是挺赞成。啊，为什么呢？他一党依旧是一个大家族，这个政党是个大家族，在过去是一家人统治这个国家，现在是把整个国家里的精华集合起来来管理这个国家，这个理想是很正确的。很可惜啊，他60岁就死了，他没有实现他这个理想。啊，所以后来的集成的人不能够集成他这个志向。你也不赞成有反对党？啊，没有反对党，他怎么可能有反对党呢？那像西方民主，你不就树敌了吗？啊，仁者无敌。对嘛，是吧？怎么会有反对党呢？那西方民主他就有反对党？啊，不可以反对党。中国是不适合。我这次告诉这个澳洲，我这个陆克文总理啊，我就告诉他，不要有反对党。啊，为什么呢？他那个时候在的时候，他是反对党，啊，他们这个国家自由党跟这个工党是个有反对党，一个执政的一个反对党的。我说你不可以，你执政的之后，把所有的反对党的时候都要常常请他们吃饭，都是变成最好的朋友，变成自己兄弟一样，啊，这个国家会兴旺，啊，这个国家有很多政党，政党是兄弟，政党是亲人。一家人，哎，不是反对的，一致成功。西方民主有个观点，就是得有人监督你，就是得有一个反对你的人一直在监督他。不是，那就是制造对立，啊，制造纠纷。很多人，啊，制造动乱，这就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来源。
你以真诚心对的，你说这个反对的，你提供意见好的，我接纳，我马上就执行。啊，你挑剔我的毛病，我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怎么会对立呢？我说你这样做总理，你总理当一辈子，为什么？没有一个不服你的，没有一个不赞叹你的，啊，没有敌人，没有反对，你就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这个领导人要先做到这一点。领导人要一定要能够接纳任何人的意见，不同政党提出的意见是好的，照做。心包太虚啊！对，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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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为全民利益，不是为自己一党利益，不是为个人利益，大公无私啊！那有反对党也变成不反对啊？对，不错，有反对党就都变成朋友了，都变成你真正帮助你的人了，啊！而且是反对党里面人才是一样要用，我请你入内阁，啊！我不因为说你是反对党，我们就不让你进入我的内阁，不可以。啊，所以中国人讲仁者无敌，啊，仁慈的人没有敌对的。如果反对党对这个执政党也有信心了的话，他就不是反对党啊，对，就是相当是啊，有信心了，啊，一条心嘛，一个目标嘛，一个方向嘛，哪来的反对？西方很多国家还有这种思维啊，就认为这个国家如果不符合西方民主的这个价值观的话，它就是落后的。哎，要被历史淘汰的，他们有的时候还会动用这个武力啊，去来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所以很多国，对，所以很多国家他们就讲，你们倡导的是民主、公平和自由，对，但是你们最先破坏的还是你们。没错。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民主国家，后来的这些国家，他们会提一个问题来请教您呢，很想学习民主，但是榜样在哪里？嗯，对。榜样现在找不到，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榜样。为什么没有榜样？你要知道，老祖宗的文化丢掉了，所以样子没有了。中国古时候是以尧舜为榜样，那如果在美国来说，就美国开国的这前面几任总统是好榜样，确实他还讲义气。哦，各个国家都把老祖宗忘了。对，啊，尤其科技发达之后，都以为自己超过老祖宗，老祖宗不行，我们比老祖宗能干多了，毛病出来了。这个瞧不起老祖宗就叫大不孝。啊，那么无论是东方西方传统的文化，你包括宗教在内的时候，要头一个就是孝顺父母。这是人类共同的，共同的，不错，共同的。你连祖宗父母都不要了，你还能够爱谁呀？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族群，啊，只要违背这个共同规律，啊，对，不错，灾难，哎，对，灾难就会有了。在2000多年前，孟子啊，曾经有过这样的主张：民为贵，君为轻。而且呢，他还有这样的话，叫“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对，君正莫不正，也就是说呢，对，你领导人没错，要是仁义了，不错，天下就都仁义了，不错啊，你正了，天下就都正了。那反过来，上行下效，反过来，下边如果不仁不义不正，都是你领导这个阶层的责任，没错。我们看了这个话很感叹，没错，这不就是民主吗？啊，民主就是人民排在第一位啊。对，那中国自古以来，古圣先贤没有不爱民。那我们受了这么多年的几千年来这种儒家的教育，那岂不是说都是民主的教育吗？是民主，是的。哎，他君一定爱民，君要不爱民，他的政权会被别人推翻，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为什么会改朝换代呢？末代的皇帝不爱老百姓。就不遵守啊，对，没错，这个民主的教育了，不遵守祖宗惩罚。啊，祖宗现成的这个法规，他不遵守，他就得亡国。所以我为什么赞成君主啊？这个君主啊，帝王选继承人，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让全国最有德行的、最有学问的老师来教他的儿子。
你现在民主选一个没有受到这么好的教育啊，这种教育太难得了啊。你看太子啊，太师啊，这个老师教导他的时候，还有这些政府这些这个政要的这些子弟陪读，那就是培养下一代接班人呐。啊，这个太子是皇上，底下的是文武百官大臣呐，那都是他的同学啊，都是这个好老师教出来的。所以他们的是见解相同啊，我佛家讲见合同解，啊，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共识，就是老师指导之下，啊，上一代的老皇帝亲眼看到的，底下这个班子起来了。这是民主里头做不到的呀，西方民主绝对没有这些东西，做不到的呀。所以你也看到中国传统这个东西，你不能不赞叹它了，它真好啊。这个孟老夫子这六个字啊，民为贵，君为轻。对。那么您参加联合国会议那么多次哈，以您的体验，是不是这六个字全世界人民都哪个国家都欢迎吧？都欢迎，没有不欢迎。哎，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中国东西，我跟外国人谈的话，都没有遇到反对过的。啊，你说我们这个佛跟儒家的东西，我常常跟其他宗教，跟伊斯兰教、跟印度教、跟锡克教谈，他都能接受，啊，都欢喜。我以为还要跟他辩论的了，结果一次辩论的机会都没有。那能不能说我们传统以来的这种教育？啊，这种政治方面的教育，对领导人的这种教育，是最符合人性的。对，是符合本性的。所以我们以后了解到，中国儒释道三家，他们的东西是从自信流露的，自信是一样的，所以他能够接受。啊，他不是自己创造的，不是自己发明的，不是我的意思。啊、对，哎，对，是人心大众都一样的意思。对，不错，他是从自信流露的。啊，所以夫子讲他述而不足，性而好古啊，非常有道理。啊，古圣先贤，因为他没有自己，他没有私心，他是从真心流露，真心都是一样的。所以人同此理，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放之四海皆准，啊，皆准，不错。那后来很多帝王啊，他们这个被后世子孙甚至载入史册呀，留下了骂名，都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这种教育。没错，违背，并不是这个教育本身有问题。不错，我们传统圣贤没问题，没问题。误解，这个误会太深了。不错。五四以来一直在打倒封建啊，对，不错。说我们不民主，所以现在的时候吃这么大的亏。受这么大的灾难，这些人都要负因果责任。让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迷信西方，不错。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前不久的时候，您老在讲经的时候，前不久我记得您也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西方国家将来他所受的灾难磨难，会比我们这个民族过去所受的那些灾难还要多。大家可以慢慢的看。对，那有人会问为什么呢？他们很强大，现在很繁荣。他们所造的因太重了，因为他们所作所为误导了全世界，他要不要负责任？所以中国人论因果，《了凡四训》里面讲得很清楚。不是看因果的现实，看因果的影响，它影响的面多大，影响的时间多长，那个罪就多重。如果我写了一本书，这个书是教人做坏事的，对，教人做违背人性的事情的啊。虽然表面让人很多人发财很繁荣，对，这个书流布全世界啊，不错。那我写书的人，那个可不得了了，那个在佛法讲的阿鼻地狱的罪，一定堕地狱，不错。不错，他堕罪，对，得到地狱，他受的罪，受罪的时间，就跟他这些言论的时间相等。他的多广，那他罪就受多大；他这个流传的时间有多长，影响多时间多长，他就受罪多长。
可怕，非常非常可怕。有一些现代的物理学家就来证明啊这种因果定律的科学性，说这个发出去的这个做的这个事情啊，发出者啊实际上是在发出一种能量。没错，是的。哎，这个能量会有一个反作用力。对，不错。它绝对是不生不灭的，那么一定会作用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对，你发出去是恶的，那收获一定果报是恶的。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果报如果要是太恶，就是地狱了。对，所以他们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顺便请教您老人家，说人间也有地狱。这个人就讲人间地狱在哪里？他说：“你看，在那些医院里边，开膛破肚的，受尽了苦楚的，哦，那些贫苦人，那些病人们，就仿佛是在地狱里一样。没错，能这样解释吗？能，佛法里头有这个解释。啊，所以佛讲设法界。”人间里面就有设法界，有人中之佛，人中之佛，哎，人里面的佛，人里面的菩萨，人里面的天人，人里面的畜生，人里面的恶鬼，人里头的地狱。恶鬼的特点是贪心呢、啊、对，那么人间的恶鬼就是贪心很重的人。没错，贪心很重的人，见利忘义，都是恶鬼。人中之鬼。对，是啊，哎，现在虽然没到鬼道，已经在鬼道里头注册挂号了啊，将肯定去，哎，那鬼的形状就现出来了。鬼是贪而无厌的，普通人也都能感觉得到、啊、对，是感觉到啊，这也是规律啊。对，规律不错。民主制度底下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对，哪一个读书人会到外上街上去看的，我怎样怎样，我你们投选我一票啊，那个这个不如我，那个也不如我，这话能说得出口吗？人之常情啊，说不出口啊，啊，所以你要是选举的话，就确实真正是人才，都有羞耻的人不会出来，那么出来的人你就晓得是什么人呢，没有羞耻心啊，啊，出去给人家争啊，哎，这事是个好事吗？不是好事啊！你担当这个职位的时候，你要负起重担，你这个担子挑不起，你就得堕地狱。那么这个选举选你到哪？选你到地狱去。负因果责任。对，谁不害怕了？啊，这个责任在古时候就讲得很清楚，叫君亲师。你这个国家领导人说，这三个是你的天职啊。啊，军事是你的领导，你把这个国家的时候领导到哪里去？啊，亲是什么？你是他们的父母，你要养育他们。四是你是他老，你要教导他们。换一句话说，你做这个一个国家领导人，你要教导这个国家的人民，你领导他，带路带他，啊，走向那个好的方向，幸福美满，啊，你要照顾周到。啊，面面都要照顾周到，跟亲人一样，这三个字做到是你的本分，你应该要做到的。啊，没什么功劳可选，是好说的。你做不到，你就有罪。啊，你说是这个多严格了，君亲师三个字，就像这个杯子的水一样哈。对，你能有承担那么大责任，对啊，能装那么多水，你可以去当这个领导人，对，不错，装不了，你去、哎、你去非得要去竞选、哦、不可以，你有灾难，就灾难不可以啊。所以你想想，他选上去这些人，他用的这些末了里头有没有真正人才呢？不会，真正人才是羞于为他工作，替这种工作这人去卖力，不是丢人吗？就是原来有这种德行的人，用这种竞争竞选的方法，他也变得没有这个没有人才了。所以真正这世界上人才到哪去？隐没了，这隐居了，不好意思争的人都藏、啊、隐居，也不一定隐居的、嗯、有人做生意去了，隐于商、嗯、啊，但是他经商他有商道、哦、他有道德，他不害人啊。那么像这个僧道里面隐居的时候也不少，那老百姓就受苦了啊。对，真正有本事为人民服务的人没出来、啊、对对对，不错。但是这些人也很慈悲，
他会教老百姓。所以在教育界里面学也有不少。老教授，我们再把刚才的那个问题呢，我们再来向您请教一下。有人就反省，第一个，这个案例说明西方教育的失败；第二个，竞选就是民主制度的失败。他们总结的有道理吗？不能说没有道理。在整个的来讲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一代，不止这一代了，大概过去啊，推上去至少是三代到四代，我们把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丢掉了。伦理主要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道德是人与人相处的规范，因果之发生可以说跟宇宙的起源是同时的善因一定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所以在过去历代，我们把这个教育抓得非常之紧，所以多多少少人还有点良心虽然是作恶，它还有个限度它还有畏惧。如果这三种东西没有了，那真的叫无法无天了。伦理、道德、因果，因果，我们就发现人类历史上几千年当中，真正的杰出的政治家，几乎没有是竞选出来的。你比如说像在中国，诸葛亮，对，范仲淹，对，这些千古名臣呐，对，不错，那举世瞩目，那都是很少见、很少见的，对，不错，名垂千古，对，他们都不是竞选出来的。对，诸葛亮三顾茅庐，不错，求请出来的。对，那如果要是用现在这种竞选制度，很有可能诸葛亮不可能出现，不可能出现，不可能出现。那历史会被改写？会，确实。这种制度出不来好的领导人才吗？竞选制，不容易。为什么呢？真正好人才不愿意去参加。道理在此地。谁愿意到街上自己赞叹自己？这在佛法里面说是犯戒的，佛法叫自赞回他，这是重戒，赞叹自己回谤别人，这是什么话？这首先你的德行就没有了。人类的普遍的美德是谦虚，对，不错啊。那破坏人类谦虚礼让，礼让，对。那破坏人类普遍公认的美德，对，首先第一个就是竞选呢，对，不错，现在都是说我好你差呀，不错，攻击对方啊，对。所以现在这个政治我讲了，无论是民主君主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是教育。很多人说是体制问题，如果真是是的，如果真正人都能够学到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就是我们今天讲合理、合法、合情，古人的解释，义者循理，遵循道理，不可以违背道理。我们讲的说，人情，过法，事理，情理法，都不违背，这叫义。所以人要是讲仁爱人，又遵守这个三个大原则，不会做坏事情。是天理啊，对，人情，国法，对。现在有这样一个普遍的舆论，第一个认为呢，要有监督，这个国家呢要有监督执政党的这种力量，才会出现公平。第二个呢，就是说要民主，要竞选出来，这才会好。对，这样分析起来都有问题。问题有问题，不在乎这些。我们现在细心就观察，制度是其次，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的本身，就是人的素质。今天讲素质教育，如果人是好人，什么制度都好；人要不是好人，什么制度都出毛病。中国老祖宗教育后人有一句话，我们印象很深，就是说他告诉领导人，凡是那些自我赞美的，说我自己非常非常好的，
说你千万不要重用他。为什么呢？流弊就是容易对后世造成影响，没错，对你以后造成影响。没错没错，因为这会鼓励大家起来竞争，不错，削尖了脑袋去争。不错，到最后你这个领导人会怎么样呢？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分不出来，全都说自己好。不错，所以说我对这个刘弼啊感慨很深。对，发现呢现在人你去跟他谈刘弼，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不错，他都是显得眼瞎。不错不错不错，这也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啊。对，这个刘弼可以说从满清亡国之后愈演愈烈，演到今天不能够不知道啊，所以归根结底还是素质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抓紧这一条。只顾自己只顾眼下，这样是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政治家。那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再来说法治，现在很多中国人的梦想啊是建成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好像也努力了很多年，但是现在大家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人要守法他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他有守法的愿望，他能够守法，我们分析了一下，这是道德的表现。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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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就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不错不错不错。啊，人要是想人人都去守法变成一个法治社会，前提是人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不错，那就回到了我们老祖宗的那个。对，没错，是的，是的。老祖宗的那个宗旨，对，就是以德治国，以道治国，没错，以德化人。不错，那不是中国的说法吗？对，中国人讲的说道、德、仁、义、礼，最高的是道，啊，最低的是礼。法在礼的下面，礼没有了，这才叫法。法不一定能维系住社会，为什么呢？钻法律漏洞的人太多。很多人看完您的节目之后，才豁然开朗，豁然恍然大悟，啊，原来法治社会的前提是道德教育。对，不错。哎，没有这个，这个。仁义道德的基础，法治流弊就非常非常之多，啊，法律什么呢？实在讲的说，被那些一些少数人利用了，真正的一般善良的老百姓，他不懂，啊，吃亏的是人民。很不幸啊，今年我们听到过两句这样的话，一句呢是胡主席提出来的，胡主席讲呢，很多有一些官员呢已经麻木不仁了，还有一句呢是温总理讲的，说一些企业呢没有了这个做人的道德啊，他们已经丧失了良心。对，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现在不是道德的问题，是他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没错没错，那这比道德又退了一步。对，不错，那怎么办呢？不错，这个，我们就是在汤池啊，就是做了这个实验，看看中国最基本的、最底的这个底线，啊，再不能说越过这个底线就不是人了，所以就是个畜生没两样了。这个底线就是《弟子规》。那么《弟子规》的教育是我们做了个实验的时候，实验成功了，证明。老祖宗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是真的啊，只要你教啊，所以狗不教心难迁，只要有人好好的教提倡的时候，回头的人很多啊，不到半年这个小镇的居民48000人居然他就回头了，就醒悟过来了，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啊！所以有很多人以为说，哎呀，这个法师有好大的威力，错误了。我有什么威力啊？老祖宗的威力，弟子规的威力，啊，感应篇的威力，十善业道的威力，不说，如果不想干，谁去做，谁就感受到这个力量强大。我们了解到，原来司法部的副部长高副部长，
去参观汤池，啊，几天之后，最后呢，他一开始什么话都没有讲，很谨慎的，最后讲了这样一句话，说今天汤池小镇的经验可以救中国。这是他说的，高昌黎先生说的。我想这是由衷之言啊，由衷之言啊。所以这个世界到现前这个阶段有没有救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只要能够推行传统教育，中国有救，世界有救啊，和谐社会可以落实，和谐世界可以促成啊。但是这个要国家领导人，要媒体。您多次的强调这两点，实在是因为影响太大了。对，一个是国家领导人，一个是媒体。对，这个东西一结合，你像现在混乱的局面，我相信一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就恢复到真正是太平盛世，和谐社会。哎，和谐社会，确实。所谓的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真正可以做得到的。其实就是把汤池小镇啊，对，扩大一下。不错不错，原理是一样，方法一样，方法一样，不错。再加上这两个重要的因素的啊，对对对，不错，推动的是吧？哎，这个治乱的啊，这个是反正拨乱的话是有效果的。中国人是有方法，有这个智慧，有这个经验，啊，有这个历史教训，只要我们自己肯定它，啊，我们接受它，我们依教奉行，就能做到。现在有人提这样的问题，说我也知道良心是好啊，这个我也不愿意昧良心做事情啊，但是周围人都不讲这些东西啊，那我没关系，我们。能影响周围人，所以这桩事情我们提出来是从我心做起，从我家做起，然后从我村做起，从我镇做起，从我县做起，一层一层扩大。城市里是从我这社区做起啊，对，不错，所以一定是从我做起，不要问别人，我做了会影响别人。还有一些个别的人会说，我这么做那人家不欺负我吗？啊，没有关系，不要怕人欺负，不要怕吃亏，老祖宗说的吃亏是福啊。那佛讲的时候，人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是上当的人，没有一个占便宜的人。为什么？因果通三世，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啊，不，占不了，占不了，要相信老祖宗。啊，对对，要相信老祖宗。老祖宗是不会让子孙后代吃亏的。没错没错没错，对后代子孙爱护备至，你要真正能体会他，你才会感恩。因为我们这些古圣先贤，这些先祖的智慧，今天看起来这些外国的科学家专家学者包括元首都举手赞成啊。对，确实我们跟教王这来谈的这些问题还没有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针对西方的价值观，您曾经讲过，看似平等，实际上最不平等。对，我举个例子，现在大家是什么情况呢？都是朋友。什么叫都是朋友呢？就是老师跟学生是朋友，父母跟子女是朋友，大家都是朋友关系。好像这是一种潮流，但是在您看起来，看似平等，实际上最不平等。对，您能给大家破壁开悟指点一下吗？朋友的关系跟父子的关系不一样，父子里头有亲情有亲爱，朋友在从前有道义，现在道义没有了，有什么呢？厉害厉害，这还得了吗？亲情里面只有付出的，没有求回报的啊，父母对子女是这个付出的，子女长大对父母是付出的，都没有任何回报的。
啊，这是什么？这是人们的天性。连畜生、乌鸦都会有反哺之恩，就是人到这个时候就连畜生都不如了。啊，畜生有互相照料。我有一次在这个澳洲，我住在乡村，有只小鸟死了，这个掉在了地上，另外一只鸟可能是它的伴侣，就在我们把这小鸟就埋在这个，在地下挖个坑埋在下面。那这个小鸟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才能绕圈，3天不离开。啊，这个鸟是一定是配偶，你说它有那么样深的情？畜生尚如此啊！哎，我们人、想想人，今天跟畜生比，不能相比了。现在首先是钱。对呀、啊。哎，所以我们很感动啊。现在这小鸟我们埋在那个地方。听到您讲这些，我们之所以感动，听到这些畜生的故事，人之所以被感动，是因为他那个姓是一样的。对，不错，姓是一样。对，对。父母和子女之间、亲人之间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哎，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从这里兴起的。啊，这最古老兴起的。啊，教育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这种亲情如何永远保持而不丧失，这是中国教育头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这种亲情怎么样把它扩大啊，扩大是你爱兄弟，你爱家族，你爱邻里乡党，你爱这个地方，你爱国家，爱民族，再扩大到最后，凡是人皆需爱。所以中国这5000年的教育是什么？爱的教育。从这个父子有亲，对，这是起点，放大啊，对，这个是点，原点，原点啊，所以原点就是个孝字啊，孝是个会意，你看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说明什么呢？父子是一体，现在讲也代沟，中国没有代沟就不孝了吗？连在一起的啊，对，是一起的。那父亲上面还有父亲，啊，所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是一体。所以外国人对我们祭祖的时候，他莫名其妙，那祖宗几千年的祖宗，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你怎么还要去纪念他？他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连几千年的老祖宗我们还纪念他，现在的父母哪有不孝的道理？无条件的孝，没有条件的、啊、所以感念老祖宗世世代代的恩德，这个情多厚。所以现在您这么讲完，很多人一下就明白了、现在这些家庭的矛盾都是讲条件了，那对是啊，父母子女之间是有条件的，为什么大家是朋友？因为大家是朋友关系嘛，要先讲条件嘛，是无条件的才是正常，无条件的。就像您所说，这个孝这个字，对，是教育，是利那个字也是教育，所以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那给简化了，简化是错误的，因为大家看到之后就不能觉悟。啊，对，不能受教育。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他以前看的是，虽然念不出来，意思懂得。哎，你看到这个字，特别是篆字写出来的时候，那就像画图画一样，意思你懂得。你不知道在念什么声音，那意思懂得。这是全世界没有第二家的，所以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独一无二。啊，所以文发明文言文。这很了不起，文言文说永恒不变，能够把几千年老祖宗的东西传给后代，不会变质，就是这个他得了啊！就是几千年之后拿起来一读这个文章，对，如在眼前，如在眼前，对。现在是拿起来是不认识，对，不错，是啊。文言文并不难学，啊，在从前教文言文嘛，从小都是教文言文。啊，所以老师教给我们是，熟读100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
如果是阅读呢，50篇就够了。背诵，啊，能背诵50篇文言文，读文言文的就解决问题解决了。啊，所以从小在背书啊，这就这个道理。啊，小孩你说说，这个是5、6岁的时候，这个上学，啊，念这些东西，念到个8、9岁的时候，8、9岁就能写出很好的文言文。您知道这个西方啊，民主、法治、平等，还有一个是自由。西方也非常崇尚自由，是不是也可以说，自由全部都自由了，是不是最大的不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很难讲啊。那讲的透彻的还是佛法了。如果你明心见性了，佛法不叫自由，叫解脱。叫自在，没有障碍啊，叫大自在。为什么呢？你像孔子讲的，这个自由是由德行上提升的。孔子到70岁才随心所欲不逾矩，那就自由。自由怎么呢？不管他怎么样的，他都自然合规矩，不违反规律。对，不违反规律。违反规律的自由，那不叫自由，有灾难，那叫做乱呐、那哪里叫自由啊？所以他连自由两个字的意思都不懂啊。那你说夫子讲30而立，这个40而不惑，50知天命，60而顺，70才随心所欲不逾矩。到70岁，真正到了自由了。所以这个是。涵养的功夫啊，哪里是随便讲的自由？随你的这个贪嗔痴慢，那还得了吗？那这种自由是造无量无边罪业。那么这样看起来，西方的价值观里边呢，比如说民主，比如说自由平等，比如说很多这些，实际上只是形式上很肤浅，非常有问题，问题很多。他所讲都不是实际，因为您知道，大家一说到自由，那就是谁也管不了我，那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年轻人喜欢这个，天下不就大乱了，社会就都大乱了。今天自由，愿意杀人就杀人，愿意放火就放火，那得了吗？您知道现在在网上啊，还有这样的消息，就是因为西方人崇尚平等啊，人人平等。那么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布什总统的一些漫画像，把他画得像小丑一样，大家呢这个可以这个供人取乐哈。那么现在许多中国人也在学这些，比如说在网上有这样的消息啊，但是他不敢丑化，他只是戏谑，只是调侃。不错，他针对的是领导人，他们认为呢这是一种亲热的称呼，比如说跟胡主席怎么称呼呢？胡哥、涛哥。温家宝总理呢叫宝宝，叫小宝哥。那么这两位领袖都是快70岁的人了，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啊，那这是民主进步文明的表现，是不是大家都平等了吗？我有一个很自然的疑问，在生活中啊，人之常情的时候，快70岁的人，我不敢这样称呼人家啊，有人说这是亲切啊，可以开玩笑。我说我对这样年龄的人就更不敢这样开玩笑了。那么我们中国古人教育子女，对尊长勿称名。对。所以我就请教您老人家，这是不是西方媒体所评论的一种文明啊、进步啊、亲切啊？这对些这些名词，西方人实际上他体会得很肤浅。在涵养的时候，决定的时候，不能跟东方相比，东方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这个最重要的是尊重啊，所以他有一定的礼节，礼他有一定的节度，你不能超过，超过是八戒，不能不道，不道是傲慢，是失礼。所以以礼
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那么西方社会的动乱，就是他没有这种这个道德的这个标准来维系他，没有这规矩，没有这规矩啊。国家领导人必须要尊重啊，为什么呢？你对他不尊重，就是对整个国家民族不尊重。中国人有这种理念，那外国人不知道啊？为什么呢？你尊重他，大家才能够遵守他的号令啊，才能够让他的时候统治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啊。如果对他不尊重的话，谁听他的？人人都不听领导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乱了，这个罪过可大了。所以在中国过去的时候，你是这个对这个国家领导人开玩笑的时候，这是死罪啊，最重的刑罚了。哦，哎，跟这个哎，你这个晚辈对这个长辈的时候，这种开玩笑也不许可的。啊，中国在过去的法律，啊，我还记得，大概在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我能懂事的时候，啊，所以李老师曾经提过的时候，我说我知道，我有这个印象，叫侵权处分。啊，侵权是就是父母对儿女是爱护备至啊。如果说这个父母说我这个儿子不孝，你们把他处死刑，没有辨别的，立刻就处死刑。哦，不用审啊，不用审啊，不是你父亲都不要，父母不要你了，你还能在社会上做人吗？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一条法律是有很多做子女的时候，所以纵然不孝，不敢做出不孝的样子，产生很大的效果。民国二十，大概二十，应该在二十六七年的样子，就是抗战之前就废除了。如果要过去要是戏虐国军的话，要处死，这不是说为了维护这个国军的怎么怎么，不是不是，他是为了维护天下的秩序。啊，维护，对，没错没错，维护整个社会秩序。因为这个关系太大了，否则就乱。哎，对，关系太大了。所以中国这个长治久安呢，他得来的时候，他有道理的。啊，这是外国人常常想不透的，中国人有他道理的。那是不是在您看起来，这不是一个小事情啊？大事啊！这怎么小事？这名分呢？长幼有序啊。这个"长幼有序"四个字有这么深的道理？哦，深的意思太深了。他维系的是这个一个家族，维系的社会的安定。啊，所以你破坏这个秩序的话的时候，以后遗症麻烦了。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体会啊，总跟一个人开玩笑，总戏谑的那种调侃，对，心里很自然的就不把它当回事。对，如果我们把领导人也这样做的话，对，那这国家就真的，你对父母对长辈的时候，这社会就乱了。他说话我们也不听了。对。就是在同辈分里面都有分寸，都不可以过分。我们再说下面还有个问题，是科技的问题啊。嗯，两千多年前中国有一个，其实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叫墨子。嗯，他做过一个小的飞鸟，是用木头做的。嗯，这个飞鸟能够在天上飞三天不落下来。我有机会在大学里边做汇报、做讲座，我就给大家提过一个问题：现在哪一个科学家能够造出来这样的飞鸟？啊，同学们确实是回答不上来，真的是没有。那现在科学家真的是造不出来这个。想请教您了，为什么我们中国古代有那么灿烂的聪明智慧，那么高超的能力，今天人都办不到？嗯，他为什么不往前推进一步呢？嗯。真有专家提过这个问题，在那本书上他就发出感叹，墨子，哎，他当初为什么不把这个推进一步呢？也许在推进没多久，登月的是我们中国人呐，宇宙
在天上飞行的，就是自由自在飞行的宇航器，那就是太空飞船，是我们中国人造出来的。尤其是到后来，就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坚船利炮，尤其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还都有这种看法。我们的老祖宗，他心里边很怨恨中国的老祖宗，为什么呢？你有那样的聪明智慧，四大发明都是你们搞出来的，你们为什么不造一些这种发达的武器呢？对，如果中国老祖宗也像外国人一样，外国人是急功好利，要不然这个世界早就毁灭了，不会存在了。所以中国人他有德行，他对于历史负责任，对后世负责任。如果这些东西发明出来了，如果与道德不能平衡，那个害灾难的时候，那就没法子顾及。所以伦理道德传下去绝不出毛病。如果说是这个科学技术传下去的时候，把伦理道德丧失掉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毁灭了。那我们天天这个外国的时候，这很多报道里面讲，5万年前亚特兰蒂斯。科学发达比我们现在还要进步，那伦理道德没有了，没有人再相信上帝了。结果时候，那这种整个社会的淫乱，达到了登峰造极，使整个大地沉到大海，这叫大西洋。那时候大西国。哦，原来他们那个国家最后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对，科淫技，乱。对，不错，是的。还有科技对，科技发达了，就是外国人讲的"人定胜天"了，所以自己狂妄啊，伦理道德不要了，也不相信有神了，也不相信有上帝了。我记得您老曾经讲过这样的话："约束别人那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对，但是从五四以来，很多人都认为传统的圣贤教育正是约束人性的，正是约束人们自由自在的。不是的，那约束人，那种约束是约束你反方向的，你违背了这个信德的，是约束这边的，不是叫你发扬这个信德，那不是的。你说这是我们从教育上说，你能看到。幼儿园的学生，小学生，你看老师约束的东西就多，越往上面去呢，这个佛度就有开放，到大学就完全开放，所以在中国教育也是如此，你在说无知的时候，没有开的时候，那时候要约束你，约束你，慢慢的提升，逐渐放长，到最后的时候，就像孔子70岁达到真正自由，那个自由绝对没有丝毫弊病的。就像太空的那个宇宙飞船一样，不错不错不错。哎，它可以呢，看上去是自由自在的飞翔，对，但是它有轨道。有轨道，有轨道，所以它不逾矩。它要是越矩就回不来了。对对对，不错不错，它不逾矩。那你们今天这个自由，有没有越不过这个伦理道德？就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你有没有违背它？你能够得大自在，绝对不违背这12个字。这12个字其实也就是一个规律。对，信德，信德，是自信的信德。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刚才一直在谈到，就是西方的这些问题。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谈中国传统的古老的教育，就是仁义礼智信。那么我也经常听您老讲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天地之间，就是一个和谐，就是一个爱字。那有人就会提这个问题，为什么天地之间它的最高原则是爱，而不是恨，而不是竞争，这是为什么呢？它宇宙本来是和谐的，这个道理要讲得很深的，这在哲学里面讲到本体了，现在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到现在没有结论，
啊，每一个哲学家所讲的都不一样，但是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啊，那么真正在东方的时候，这是佛经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对佛经真的要服了。我们中国也讲了，佛经没有来的时候，你说伏羲发八卦，啊，从八卦里面讲的时候，这是最初，这是讲太极，啊，太极生二仪，啊，与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啊，这是讲宇宙这个起源。以后人说太极上面再加个无极，啊，实际上这是没有必要的，嗯，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佛法讲这个本体是自性，啊，自性到底是什么样子，说不出来，所以佛经用四个字，不可思议，啊，你没有办法想象，你说不出来，为什么呢？它不是精神，它又不是物质。但是它存在，它永恒存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不认知，我们这个思想达不到。这个佛法讲，我们的思想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决定没有办法超过阿赖耶。所以第八识在第八识的范围之内，你没有办法超过。超过这上面，这就是本性。啊，所以你没办法超过那什么，你只有不用这个东西，不用心意识，心是起心动念，啊，意是执着，识是分别。你只要能够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你就见到了，啊，你就完全明白了。啊，在华严经佛讲的这个名词，叫自性、清净。圆明体，啊，体是本体，这个东西本体，它什么样子呢？啊，它确实它是自性是本性，啊，没有生灭的，啊，它圆是圆满，圆是明圆满，没有一点欠缺，啊，明是光明，明是讲智慧，啊，那么那个圆里面是讲什么？就是我们讲的道德，啊，伦理道德。这在缘里头，还有我们讲的福报，佛法不讲佛，叫相好，嗯，啊，通通在这个缘里头圆满，它有具足，但是它没有这个缘，它不现，不现，你不能说它没有，啊，所以我们六根接触不到，我们看也看不见，啊，听也听不到，摸也摸不到，我们用心想也想不到，啊，这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呀，你都接触不到，所以用个空字的代表。这个空不是无，这空不好懂，它空里有，它能够出生宇宙。所以宇宙从哪来的？是从这变现出来的。怎么变现出来的？佛法讲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是非常非常微细，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啊，起心动念的速度。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就在《发愿注林》第八卷里头，有这么一段话。啊，佛问弥勒菩萨：“我们凡夫动个念头，这念头很粗啊，细分这个念头里头还有念头，到底多少年？”啊，弥勒菩萨说：“这一弹指，弹指时间很短。啊，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是十万，啊，32亿乘10万，就是320兆。这一弹指有320兆的念头，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现前，就是宇宙现前。形界有实，实就是这生命现前，几乎同时。你看这个速度这么快，就我们现在想用秒做单位，那我们弹指。1秒钟大概弹4次，那才乘10次，那就是
1280兆分之1秒，就是这是讲宇宙的真相。所以物质跟精神跟因果同时起源，你迷了之后那就念念都迷。所以我们现在六道众生看的现象是什么？是相似相虚相，不是真的。所以佛讲万法皆空啊，大般若是佛一生讲经的时候精华的部分啊，而讲22年，总结就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是讲到最后的这个结论，就是事实真相。所以你要是悟入了，你自自然然跟自信合而为一，合而为一的是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那就我们讲极乐世界、讲华藏世界，那是美不可胜，是吧？它是圆满的，就这么个道理。我们今天还是住在这个世界里的，迷了，迷了之后啊，它就变质了，所以变成六道，变成轮回，变成三途，扭曲了。您说的这个境界，人人都能进，人人都能证得，都能证得，按照这个方法就可以。所以佛是科学，是他叫你求证，不是叫你相信。那么一般在社会里呢，人们总是要对那些很辛苦的岗位啊，对那些职工们呢，表示特别的感谢。你比如说像扫马路的、掏粪工的啊，做掏粪的。这些呢，清洁工也好啊，都要特别的感谢。那么现在有的学生呢，就提出来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您老人家怎么回答他。有年轻人就说：“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呢？他挣他的钱嘛，我交给他钱嘛，我是付钱的。那他干的工作那么辛苦，我们交过钱了，我还为什么要感谢他呢？”所以这个让我们由此想到一个问题，整个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就不知道感恩，但是又很难说服他们。他们认为我确实付过钱了，我们之间没有别的事情了。付过钱是一桩事情，这是一种交易。感恩的心是天性，如果他是这个能够回归到天性的人，在佛法里面，诸佛菩萨，他不但对所有众生感恩，他对树木花草感恩，对山河大地感恩，对于整个宇宙感恩，不一样。那一种才真正发现自己，确实是爱心遍法界，善意满人间啊，这种乐趣是这些迷失自信的人他永远不能享受。那如果他要是问自己的父母啊，那这些父母真的是回答不上来啊，他们也没有受过佛法的教育。他说不错，这个是个父母是答不出来，就正如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先人无知，不设道德，无有愚者，最后叫我们不要怪他们啊。为什么呢？丢掉好多代了。我总觉得世尊在经上说这几句话是对我们现代人说的啊，3000年前他已经看到这个社会了。不要责怪他们，哎，对，为什么呢？他已丢了好几代了，你怎么能责怪他？所以在今天传道弘法是比任何时代都要艰难辛苦啊！我们学佛法的时候，每一天对老师都是跪着礼拜，接受老师教诲。老师告诉我，将来你们弘法立身是你们跪在这个信徒面前把法传给他，他还未必会接受。所以我们今天受这些辛苦，老师已经预先知道了，已经在几十年前告诉过我了。
所以我们受得很甘心，很情愿。老师早就说过，早就说过，而且现在呢，我们在经论里面获得了证实。那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知道宇宙是一体，我们知道自他不二，但是他有分别，有执着，我们没有。那我们要慢慢感化他，慢慢去帮助他回头。这个迷失方向，时间很长，迷得很深，不是很容易就回来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要有耐心。在很多中国人内心深处啊，一直有一个巨大的伤痛，也叫耻辱吧，就是在100多年前，我们被列强欺负，那么大家现在一定是发愤图强，要成为一个强国，那这个心理好像也是可以理解。那么现在有两个问题，他们就自然就化解不开。我们中国人一直讲仁爱，那最后为什么落这么一个下场呢？这个下场也是共业所感，仁爱是祖宗传的，传到末后的时候，这个概念越来越淡薄了，变成表面上有，实际上自私自利在不断增长。那么同时看到外国人的时候呢，就是总认为别人是正确的，我们自己是落伍的，把对祖宗所传的东西信心失掉了，这才遭受真正苦难的第一个因素。也就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纵然有人能够讲清楚、讲明白，不像现代，有这么多媒体肯定宣传。在那个时候没有媒体，如果说没有这个身份地位很高的人支持你的话，你传不出去，你能传的只是几个学生而已，所以不能够跟大众来传播。所以现在的好处，这个科技发达，我们要好好利用媒体所以今天社会乱到这种现象，我们想如果媒体的时候能够好好的运用去，这个世界恢复秩序一年就行了，如果没有媒体的话，永远不能恢复。你用什么方法？真找不到方法。你说讲，你要多少人讲？中国10亿人，你怎么个讲法？所以，媒体的贡献很大了，要好好利用它了。它能够就拯救世界，但是反过来，它也能毁灭世界。那么在您看起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大，不能够受外方的这个欺辱啊？对，不要再重蹈亡国灭种那种危险啊？对，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文化，还是文化？对，你就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大家也赞成文化，所以我们看古代，你像周朝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都是没有统一秦才统一那个时候所谓是共主尊之为天子，就是什么呢？这个小国的时候文化水平高，真正的是礼仪之邦是和谐之国，他那个国也不过现在一个县的样子，甚至比现在县还要小。你说周朝那个时候这个文武周公那个时代但是他治理得好真的做到人民相亲相爱、互助合作，上下就像一家人一样，周边这些国家人看到羡慕，都向你学习，尊重你为天子，所以那个时候天子也是民主的，也不是用武力站得来的，是文化的力量。那么在今天也一样，你说你有这么一个，你说我们做个小镇的做试验成功。外国多少人来参观，看到很感动，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如果能够用媒体大量来宣扬的话，产生很大很大效果。一个县是这样的效果，如果一个国家也会吸引很多对，没错，国家来对，向你学习对，不错。现在实在讲的是，只要国家能够出现一个县一个市，全国向你学习，全世界向你学习，
你就是世界的共主。啊，所以这个不需要用武力，这不是打出来的，不是打出来，那从内心里头尊敬你。啊，打出来的时候，那是以力服人，心不服，不符合人性。啊，不错，人心不服。你做出来做得真正好，尤其是现在乱世，谁都想安定，谁都想和谐，出现一个和谐式的人，谁不感动啊？在仁义礼智信当中，这个智啊，您老师怎么解释呢？啊，智是智慧，智慧就是真正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得失，有这个能力。不是知识，不是知识，所以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仁义礼智信呢，这五种最基本的德行啊，对，仁是第一个，对，它是人的本性，仁是爱心，爱心，对，是仁爱啊。义呢，像您所讲的，它是一种合适合自己的一种规律，一种规矩，不错。各守其道，对。礼呢，就是一种秩序，一种礼节。对。智就是您刚才所讲的。对，不错。信是最后一个，是信用。对。信用第一个就是要信任，信任。信任呢？对，对于任何人都有诚恳的一个信心。啊，所以现在人没有这个信心了，人都是坏人，都没有好人。在从前不是的，人人都是好人，没有坏人。啊，坏人他学坏了，不是他的本性，本性决定是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啊，为什么变坏了？是学坏了。啊，为什么学坏了？没有任何教他。所以教育就这么来的呀。我们用这个手做一个比方，仁义礼智信。它是五种表现，对。那么它的根源这是什么地方呢？就它发自，应该是发自一个根源。对，一个根源。这个根源是不是？根源就是亲。亲。对。孝子有亲，就是那个亲爱。这是人性的天然的东西。对，天然。人人都有。人人都有，而且仁义礼智信也是天然的，是本性，是性德，那个东西不是学的。它落实在五种关系上，就表现出五种样子。啊，对，不错。哎，你从哪里去看？你从这个婴儿去看，你看是三四个月的婴儿，他不会说话，你看他的眼神，他对于任何人，他都相信，他都爱，而且是平等的。是。啊，你就能说天性嘛。人人，所以我们最初的老祖宗就看出这一点，这种天性怎么样把它保持永远不变，这叫教育了。能不能说最人性的就是最科学的？对，是的。啊，它的根源是相同的，科学、哲学，啊，是神学，讲到最后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爱字。本性啊，对，本性。所以那个降本波斯的时候，他是做水实验的，他做了十几万次啊，他告诉我，只有这个爱这一个字，不管是哪一国的文字啊，贴在这个水瓶上的时候，图案都是一样，非常之美。所以他来给我说，他说爱是不是整个宇宙的核心呢？我说一点都没错，宇宙的心就是个爱。你看佛法讲慈悲。啊，什么叫佛法了？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你说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这三个教啊，都是依圣经、新旧约。啊，这三个他们是一家人的。犹太教是学的旧约，基督教是学新约，天主教是新旧约都学。啊，所以我把他们做个比喻。啊，犹太崇拜上帝，是上帝那一派的。啊，基督拜耶稣是太子，啊，那太子帮的。啊，天主教呢，
他们崇敬玛利亚或者那皇后一方的。哎，这一部新旧约呢，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爱，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那么这个回教现在势力也很大，在新宇宙，在这个世界上有十几亿人。啊，他们的《古兰经》每一个最重要的章节前面一定是真主确实是仁慈的，所以你看所有宗教的时候，它的最后的那个点都是爱。所以我说宗教可以团结，宗教是一家人，就是这些是宗教啊。对，不错不错，根源是、这个、啊，根源就是个爱，一个爱，根源是爱，爱是天性，这个也是宇宙自然的啊，自然的规律，自然的自然规律、啊、自然规律，它不是谁创造谁发明谁的制度，不是，它是人性。我们经常提到这个词叫民族的凝聚力、嗯、对，如果一个民族啊、嗯、人人信守仁义礼智信，对，它都是从这个根源上发出去，没错没错，人人的心都是这个心，没错没错，这个凝聚力不但是民族的凝聚力，是人类的凝聚力，是宇宙的凝聚力，这一点都不假。现在有两条道路，一条呢是朝着仁义礼智信的方向去走，对，一条是相反的，对，人也好，家庭也好，或者是一个族群也好，对，这两条路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哦，不同。如果是顺着这个路走，这是圣贤的路，在佛法讲呢，这是佛道，成佛之道。违背的时候，那就看觉度了。180度的违背啊，那个果报是阿鼻地狱，最悲惨的。对，你叫不仁不义，啊，无礼、愚昧，啊，不守信，那是地狱道。那么能不能这样说？如果违背这个性德，就是违背仁义礼智信，这样去发展、嗯，一定会被淘汰掉。嗯，会被自然界淘汰掉。对。人类这样去做，人类也被淘汰掉。对，就像原来恐龙一样，它灭绝掉了。不错，有这种可能。有，而且是确实有可能。现在科学家已经提出警告，就是地球会有大毁灭，讲世界末日。啊，那么宗教里面讲世界末日，就是圣经里面最后的启示录里头讲世界末日。啊，古兰经里面讲六个信条里头有信末日。佛教里头没有讲末日，佛教里头是讲有灾难，但是不讲末日，啊，那么这个世界上大灾难可不可能有呢？可能，你这看因果报应就晓得了。你看现在人造的是什么因？他想的是什么？他念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干的是什么？你细心观察，完全跟性德相违背，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灾难会这么多啊！如果我是一个家长，我仔细按照这个规律去留心观察我这个家庭、子女或者是我的家人，如果他们都是不仁不义，对啊，违背这个性德的，对，我们这个家庭一定是再艰难逃又灾难。对，对。现在有这样一种想法非常流行，我把钱挣够了，我们一家人呢？移居到一个好地方去，移居到这个海外，移居到一个好地方去，哎，然后呢，后半生我就能过得很好。很多人拼命的赚钱是这个想法。这个你要知道，没有天下没这么便宜的事情，所以在劫难逃。你在这个劫数里的，无论逃到哪里，你生病死了，瘟疫死了，横祸死了，常常有啊。这个、你怎么能保得住呢？就是这个规律的手掌你是跳不出去的。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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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走仁义道德的时候，就是灾难的地区的时候你也免难。你要是违背规律的话，到任何地方没错没错没错都不行。对呀，哎，不必去挑哪些地方用不着啊，你顺着信的时候是绝对正确。纵然灾难来的时候你不惊不怖，没有恐怖，你心是定的，你不会被环境这个干扰，那么就是纵然是死了，不幸死了，你去的地方比现在更美好，
这都是真的。啊，如果说是侥幸的心理，哦，想赚多少钱，这个钱有很多还是不义之财，啊，你到哪个地方去找个安全地方，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现在在社会上有两种行业啊，很赚钱，一个是医生，啊，一个是大学的教授、学者、专家。那么在古代，这些人，他们都不是赚钱的呀。这个都是反常。这两种人，在古时候是受社会啊、大众啊尊敬的人。为什么？他们所做出来是牺牲奉献。啊，教书的人绝不会收学费的。啊，医生绝不会要人要钱的。医生是治病的，病治好了之后，随你的供养。你家里有钱多供养一点，家里没有钱少供养一点，甚至没有钱的医生把医药费都不是救人嘛，啊，救人生命嘛，教授是救人慧命嘛，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生意买卖呢？那学校和医院的商业化是不是对国家对民族伤害特别大？伤害大，对，伤害非常大。